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地中文教室，我是新地老师。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阅读的模拟题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阅读的评价标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阅读题做题的时间，还有评价的分数，还有一共是35到40个题，一共分7到10个部分。现在请大家准备好，每道题老师会给大家1分钟的做题时间。开始。